这个问题呢，它的发质嘛是天生的，没办法就比较硬。一般呢还是建议到专业的美发沙龙过来，让发型师给他看一下，做一些简单的定位呀，或者是软化呀什么样的处理，然后简单的给他处理一下，回去呢也比较好打理一些。一般建议就是在家会要配一个定型的保湿的钢筋啫喱之类的，每天早上起来自己打理一下，这样会比较更好一些。然后看起来呢，男孩子整体会不一样，会比较帅，比较更有魅力一些，更招女孩子喜欢。